农历春节进入倒数了，市长郑文灿也特地在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，与市府同仁辞岁，发放象征福气吉祥的福袋。市府员工以及洽公民众大排长龙，就是希望拿个福袋将福气带回家。其中市府一名替代一男，刚好也叫做文灿，还与市长来个相见欢。新年快乐！春节前最后一个上班日，市府充满了过年的气氛。市府员工与洽公民众大排长龙的，就是要拿市长发的福袋，将满满的福气带回家去，为新年的运气增添多到数不完的福气。升格的一岁哦，我们的同仁都非常辛苦，在打造一个新桃园的城市而努力。那我想今天的辞岁呢，是谢谢大家一年的辛苦。那展望明年，那么我想是桃园建设起飞的一年，那我们同仁抱着这个高兴的心情，努力的态度来迎接新年。其中一名市府替代役刚好与市长同名，都叫市长，替代役大声高喊文灿一定要为市长拍照，结果两人相见欢。还在服役的文灿也替这一场辞岁增添了有趣的氛围。拿到福袋是非常开心，然后也跟市长合照。那最后文灿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排队排了许久的市府员工，在拿到市长亲手给的福袋后，开心的不得了。希望这个福袋可以带给他一整年的好运。今年这个吉祥物的福袋好可爱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希望就是新的一年大家都事事顺利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今年的桃园市政府辞岁活动非常热闹，郑文灿也一楼一楼的发放福袋给所有的市府员工，让市府的员工都非常感动。他们都给自己期许，将会更努力的认真工作，替桃园市民来服务。桃新闻董宇飞采访报道。